那个球掌握的相当不错，在右半边扑下去 ，nice play！ 哇，画画张正伟右外野手，这是一个精彩的美击接杀，把张世豪这个安打呢给没收掉。曲潜的判断能力很快，这一球打的阿达里还蛮扎实的哦，这一球接到了，蓝银轮再一次上演了五星美技啊！哇，往后追还有办法，在一个跳跃的时候，硬是把这个球拦下来哦，不简单。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中间方向的飞球，中外手最后扑了下去，接到了，哇，这个球是一个美技啊！王柏荣一个精彩的，这个手的漂亮，没话讲。播画面来看呢，的确球也没有落地，没有在球落地之前被他给接到，是完美接杀，很没技。这棒出手打在了右半边方向，蛮深远的，最后哇，这下朱仁杰已经要扁了。这一球有接近手套，这是一个精彩的 nice play 啊！最后朱仁杰哦，在 warning track 前把这个球拦进手套。这一棒打到了中外野方向，中外野手曲潜过来，哇，硬是把这个球接杀出局。张志豪哇，硬生生的没收了林奕泉的一支安打，结束这半局4-2。好，先回到场中，这一球中间方向的飞球够不够深远？够不够深远？林哲轩跳起来，这还是把球给接杀。非常漂亮的一个美技。这个球左边方向的飞球，结果是被左外野手陈杰宪给扑下来，还打你给他接，绝对不会让球落地。这棒出手反方向，在左半边，左外野手推到沃尼切克前跳起来，这是一个精彩美技，在全垒打强前把这个飞球给接进手套了，曾子贤完成了第三个出局数。状况，哇！又打了一个飞球，两个人追过去，谁接得到吗？接到了，申浩伟，哇！又一次展现了快腿美技，这棒捞起来，击成这个飞球，在左外野方向，这个球跳起来啊！哇！做一支全垒打，那这球高效一切的相当漂亮啊！哇，跳在墙上，将这个深远的飞球给接进手套。我们知道棒球开场前通常会有一个开场嘉宾，那我们今天杨哥目前已经站在投手球上，好球，曾经